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十章：蒹葭苍苍。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未央有许多大事急于请秦孝公最后定夺，但却没有立即觐见。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想法。 应当给国君些许时间，让其余声音先行上达，让国君先听到对他的仇恨和怨愤，自己应当先看两天。未央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惊讶，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仔细回味，又觉得有理。国君几乎一年不在岳阳。 自己单独扛过了变法初期的巨大压力，而且在平息最危险的动荡中，惩罚了太子，行治了两位太子傅。如果算上前面已经对他有怨恨的孟西白三将和老太师甘龙及太庙令杜志等，变法开始时的所有贵族元老，已经都变成了他的敌对势力。最重要的是。 失去了根基雄厚、资望极深的赢钱这个盟友的力量。以赢钱品行，他可能不会反对变法；然则以赢钱的个性和难以克服的贵族顾忌，他也不会漠视个人仇恨。在赢钱看来，他这个太子傅本来就是虚职，行至公孙贾一人已经足以服众。 将他牵连进去一同治罪，完全是未央取悦民众的手段。未央也曾反复问自己：那天不处置赢钱，能不能平息动荡局面？以未央的能力，再加上赢钱的支持，应该说能。然则，不处置赢钱，能不能抚平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彻底冰冷的心？ 能不能避免由此引发的诸多隐患？显然不能。处置赢钱这个朝野赫赫重臣，有利于一举稳定国中大局，有利于消除隐患，有利于向国人宣示无可阻挡的变法决心，且必然换来一段长期的稳定安宁。如此说来，赢钱从直接事件的意义上，本来是可以开脱的。 是未央基于大局需要，将他做了牺牲。这种权衡局势而牺牲重臣的做法，并非新鲜。然则，从来都是国君的权利。一个尽管握有实权，但爵位毕竟只是左庶长的他，竟断然将国君长兄、一位一等爵位的公族重臣处了一刑，割了鼻子。这在战国变法权臣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样做，国君当作何想？当国君身处异地、远离权力中枢的时日，同意他临机处置，这是稍有明智的君主都可以做到的。然则，国君回到了国都，回到了权力情境，还能否对他这种大有越权嫌疑的行为保持清醒判断？未央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迷茫。君心无常，伴君如虎。 这句古老的点讯顽固的钻进了未央的心头。虽有一丝迷茫，但未央依然沉浸在准备第二次变法的繁重国务中。他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只要他不在二次变法之前倒下，他的人生就可以满足。所以，无论心中有何波澜，他都没有一刻停止公务。前一个月，他已经通令各郡县准备第二次变法。 并将第二批法令的大要告知各郡县官署。目下，景监已经督促府中吏员辛劳月余，将他反复批阅增删的第二批法令全部善写刻检完毕，单等国君定夺后颁行全国。左庶长，国君已经回到岳阳，当即刻将第二批法令送呈国君了。 赢钱指着长案上满满当当的竹简，提醒未央：“莫急。”未央笑道：“叫君上歇息两日。”左庶长，你当先见国君，要使君上尽早知晓左庶长想法。未央微笑：“先入为主，夜长梦多。”景监苦笑：“哪里话来？” 早见君上，早开始也。否则，我先去见君上。不用，我自己来了。一阵大笑，秦孝公信步进门。未央豁然站起，君上，臣未央参见。臣正欲入宫觐见，不意君上亲临。景监参见君上。 秦孝公笑道：“你们事比我多，当然该我来。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景监也成大忙人了，再不泡奇案了。君上宵衣干食，左庶长昼夜操劳，景监何敢荒疏？”未央感慨一叹：“君上辛苦，黑瘦多也。” 黑瘦，是结实。孝公笑着挽起袖口，露出黑黝黝的胳膊，看，比你等瓷实多了。说着放下大袖，坐在井间搬来的石墩上，感慨道：“此次西行，看到了陇西北地两郡有了起色，我委实高兴。这两座屏障安稳，乃我秦国万幸也。”左庶长。 这正是变法的威力呀！君上，二次变法完成，秦国将有更大的变化。景监兴奋插话：“准备好了。”未央道：“君上，这是第二批法令，单等君上定夺颁行。”左庶长先大要言之，若无不妥，即行颁发。 未央指着岸上的竹简：“第一次变法，为秦国画出了一个总框架，解决的是田制、机赏军功等当务之急。第二次变法是要理顺秦国之民生、国际、权力范式、民风、民俗等错综复杂的关联，犹如人体之根本条理。二次变法的大要目标有五：一。” 秦国地广人稀，土地荒芜甚多，而毗邻的魏、赵、韩三国则多有无地可耕之民。秦国要鼓励三晋穷苦民众来秦国定居，开拓致富，此乃积赏移民之法令。好，有十万户迁入秦国，就成了第一流大国。秦孝公抚掌大笑。 其二，秦国无统一治理全国的官署体制，封地自治、部族自治与国府直辖之郡县同时并存，导致民治混乱、国力分散。本次变法要建立国府统一治理国家每一寸土地的权力范式，具体而言就是建立郡县制，将国家权力分为国、郡、县、乡、亭、里六级。 取缔一切部族自治与封地自治，如此，秦国上下同属，如臂使指，国力当大有增强。好，此乃天下一大创举也，理亏吴起身不害，谁也没想到。其三，秦国民俗荒蛮，大损秦人身体，举家男女同居一室。 三代四代不分家，西北部民众冬天寒食，多有恶疾；岳阳国人粗朴脏乱，城内碎物如山，导致国人腹泻多发。六国商贾亦大是为难。凡此等等，非但弊端丛生，难以管制，且大不利于吸引山东流民定居。本次变法要强制民户除夫妇之外，男女一律分室而居。 男子年满十七岁便可成婚，独自立户，不得与父母同户，还需强制取缔寒食陋习、脏乱痼疾。如此清理，一来移风易俗，使民众文明彰行；二来使户口增加，税源扩充。秦孝公沉吟道：“这件事较为麻烦琐细，然则还是要做。” 秦国应当效法魏、齐、鲁民俗，使秦国甩脱“西蛮”称号，文明起来。景监笑了。左庶长要不是河压扰乱，安得对秦人陋习感同身受？秦孝公与未央同时大笑起来。说吧，其四。孝公急迫问：“统一度量衡。” 杜绝商人欺诈与官吏伤农，并为吸引六国工商大量进入秦国做准备。官府铸造法定的斗、尺、秤，公开悬于各县府，供工商民众校准、丈量土地，以六尺为步，百步一亩，步过六尺者罚。如此可使农工商百业公平竞争，百业兴旺。好，其五。 建立新军制，同属国军统帅调遣。戎狄的部族军兵和少数氏族的私兵，一律取缔遣散。旧式战车全部淘汰，新建一支神速快捷的辎重车队。秦国军旅之主力，则是以铁甲骑兵和野战部族为主的新军，有三万真正精良的铁骑，两万勇猛善战的步兵甲士。 则秦国足以纵横天下。秦孝公不禁大笑，景监，拿酒来。景监高喊：“上酒！”老仆人大盘捧来三爵一尊，秦孝公上前亲自掌尊斟酒入爵，双手捧起第一爵，递到未央手中。 景监迅速将第二绝捧给孝公，自己端起一绝，秦孝公慷慨拒绝。来，为秦国第二次变法，干！叮当一声，三绝相碰，三人一饮而尽。君上，未央深深一躬，臣请罪。 请罪。左庶长何罪之有？秦孝公惊讶：“臣擅自治罪于太子及太子父，请君上处罚。”处罚。秦孝公喟然叹息：“左庶长不必惶恐不安，这次动荡。” 由嬴驷逆子引起。若非你临危不乱，执法如山，岂能如此迅速的安定老秦人之心？扪心自问，你是救了嬴驷逆子的一条命。若我在岳阳，面对汹汹国人，岂能不杀太子以谢天下？我已经削去了太子封号，命嬴驷以世子之身到山野磨练。 他没了母亲，我是想留他一条活命，也没有在眼里追究。左署长，你不怪赢渠良枉法徇情吧？君上，太子毕竟年幼啊，若有闪失，何以为继？未央哽咽拜倒。 臣请君上收回成命，臣以为，臣之处罚合乎法度。左署长，快快请起。秦孝公扶起未央，生死由命，国运在天。只要我等顺应民心潮流，变法图强，秦国岂能因没了一个赢驷而后继无人？ 公子虔的事，你也无需再信。赢渠梁不能做变法后盾，岂非枉为国君？未央感动沉默，热泪纵横。左署长，你忙，我还要去办一件好事。说完，颇为神秘的笑笑走了。 未封客栈可是大大热闹了起来，不扩都不行了。不管白雪和侯莹如何淡漠于这家客栈的经营，客栈都无可阻挡的兴旺起来了。尽管山东六国的上层对秦国变法依然嗤之以鼻，但雄心勃勃的富商大贾和著名工匠们可是见微知著，早早嗅到了从函谷关西边飘出的诱人的商市气息。 牛车马队从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太行山的离石要塞，络绎不绝地来到岳阳。最多的是魏国商人和楚国商人，当然也包括了陇西之外和阴山漠北迢迢而来的匈奴马商。这些衣饰华贵、挥金如土、生怕不能显示实力的富商大贾们。 在还没有吃准秦国商情之前，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固定根基，自然要住在最气派的客栈里奔波生意。魏峰客栈是名满天下的魏国白氏的老店，又是岳阳最豪华的客栈，整洁清幽，酒菜自成一格，自然成了富商大贾们趋之若鹜的名店。谁能将伤根扎在魏峰客栈？ 谁便能在同行面前将胸脯拍得啪啪响，借酒高高一嗓子，走到魏风客栈，在下做东。那种实力气运的张扬，实在令挤不进魏风客栈而在二三流小店落脚的商贾们牙根发痒。本来，白雪从墨家总院回来后，与侯莹商议，准备将魏风客栈改建为自己在秦国的庄院。 他想，和未央婚期已经不远，婚后常住这里，将这里真正变成自己的家。他不想住在未央的府邸后院，做一个既招摇又不自由的贵夫人。住在这里，出入自由，也能给未央一个完完全全的家庭境遇，使他身心愉悦。除此之外，白雪还有更深远的隐忧，就是要未央留一个坚实的出路。 他有一种预感，像未央这种伶俐无匹的本色性格，随时都有可能的不测风险。未峰客栈经营数十年，随时出走的机关密道与对外界的秘密联络方式都极为可靠。住在这里，他心里要踏实许多。可就在这时候，侯莹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六国商人早已经将客栈房子全数订完了。 白雪断然决定，哪怕加倍赔偿，也要关闭未风客栈。侯莹当然是立即照办，可没有一家愿意接受赔偿。无法就十倍的提高价格，想使那些商贾知难而退。谁知商人们看准了秦国大势，都想在岳阳立足，价格猛提，竟然引来商家一片赞叹。白氏老店值。直 提的像安逸洞香春一样才好，才是上流居所。侯莹哭笑不得，决意借助官府力量查封客栈。谁知岳阳令王氏早已经接到外国商贾们联名上书，请求官府阻止白氏关闭。商贾们振振有词说：岳阳没有白氏老店，大商家何以立足？白氏关闭，商贾逃秦。 王氏连忙上报左庶长府，未央只以为白雪淡漠伤势，怕婚后招来世人闲话，却如何懂得白雪如此细密的心思？他自然从秦国需要着眼，下令：未封客栈乃东方商贾入秦鼻祖，若有难处，官府鼎力协助，不得在此急需之际停业关闭。待侯赢来求。 未央反倒讲了一通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叫侯英告诉白雪不要担心世人说白氏老店借助秦国左庶长之力谋利。侯英又是哭笑不得，将经过向白雪细说一遍。白雪不禁揶揄笑叹：“世间多少人想发财不得，偏我白雪逃都逃不脱，世事弄人，竟至于此矣。” 于是，未风客栈只有无可奈何的红火下去了。白雪只有将自己住的小院子重新修整了一番，和客栈分开了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十章《蒹葭苍苍》就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嗯